红景国际教育集团是专注国际职业资格培训的美资集团。13年以来，红景与超过10万名学员共同成长。集团总部位于美丽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全国20多个主要城市开设了分部，在香港、新加坡和澳洲、美国等地均设有海外实体教学点。作为一家专业的国际职业资格培训机构，红景国际教育集团目前拥有财务、金融、医疗、法律、IT 工程等5大类别的国际职业资格培训课程，主要培训项目涵盖了美国注册会计师 USCPA、香港注册会计师 HKSCPA、美国护士 USRN、日本护士 Japanese RN、国际中医针灸师 NCCAOM、美国职业医生 USMLE、美国律师职业资格 US Bar 以及北美精算师 SOA 和注册舞弊审查师 ACFE 等10多种跨行业、跨领域的教育培训项目。USCPA 全球认可的会计第一证，多年来作为名副其实的高端财会人才职业进阶培训基地，红景帮助不少学员成功地通过了 USCPA 考试。红景还能帮您获得美国医生、美国护士资格，摆脱国内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环境，让您成为令人尊重的美国医疗人才，从此步入高薪阶层。红景携手美国权威绿考培训机构 Burberry 集团登陆中国大陆，推出更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让中国律师轻松通过美国律师职业资格考试。红景还成功牵手美国学术权威出版商 Wiley， 结合红景10年教学经验以及 Wiley 强大的学术底蕴，为学员提供一流的 USCPA 教材和题库。红景同时和美国百年大学海格斯开展全新的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项目，强强联合，工作学位两不误，让红景学员在美国工作的同时攻读高学历学位。自主研发的 6A3P 权威学习及职业配置智能系统，结合中国考生实际情况，打造人性化的全方位学习体系，为学员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与学习体验。创新的3校合一架构，高清互动直播，线下实体授课与线上网络课程相辅相成，让学员随时随地都能学习，使学习不再受时间、地域的束缚。红景更与全球众多知名企业签署了定向人才输送合作备忘录，为他们培养大量优质的人才，同时还开拓了全球工作推荐加职业移民等专业法律服务，致力践行国内人才国际化、国际资格本土化的服务宗旨。红景核心管理层均来自各大领域的专业牌照持有者以及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精英人士组成。红景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以海归专业人士主导的职业培训教育集团，将竭诚为您的事业进阶之旅保驾护航。选择红景，让您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人才国际化，尽在红景国际教育。